哈巴谷书第一章，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。他说，耶和华呀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听允，要到几时呢？我因强暴哀求你，你还不拯救。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？你为何使我看见奸恶呢？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，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。因此律法放松，公理也不显明，因有恶人围困一人，所以公理显然颠倒。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向异教民中观看，大大惊奇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，我行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看啊，我必兴起加勒底人，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，通行遍地，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。他们威无可畏，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。他们的马比豹更快，比晚上的豺狼更猛。马兵不散，都从远方而来。他们飞跑如鹰，急忙抓食，都畏行强暴而来，定住脸面如东风吞噬，将掳掠的人聚集，多如尘沙。他们讥诮君王，笑话首领，嗤笑一切保障，筑垒攻取。他必转念经过，并且犯罪，以自己的势力为神。耶和华我的神，我的圣者啊，你不是从永恒而有吗？我们必不至死。耶和华呀，你派定他们为要刑罚人，全能的神啊，你设立他们为要惩治人。你眼目纯净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，行诡诈的，你为何看着不理呢？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你为何静默不语呢？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，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？他们用钩钩住，用网捕获，用拉网聚集他们，因此他们欢喜快乐，就像网献祭，像网烧香，因他们有此的肥美的分和富裕的食物。他们岂可屡次倒空网罗，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，毫不顾惜呢？哈巴谷书第二章，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，看耶和华对我说甚么话，我可用甚么话回答所责备我的。耶和华回答我说，将这一项明明的写在板上，使读的人逃跑，因为这一项有一定的日期，快要应验，并不虚谎。虽然迟延，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看啊，他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一人因信的生。他因酒犯罪，狂傲，不住在家中，扩充心欲，好像地狱。他如此不能知足，聚集列国，堆积众民，都归自己。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比喻，并俗语讥刺他说，火灾，那些增添不属自己的，为自己堆积厚泥的，要到几时为止呢？咬你的岂不忽然起来，扰害你的岂不行起，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？因你抢夺许多的国，杀人流血，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，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。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，好使他在高处搭窝，指望免灾的有祸了。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，使你的家蒙羞，又犯了罪，自害己命。墙里的石头必呼叫，房内的栋梁必应声。以人血建成，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。看啊，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，百姓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，不都是出于大军之耶和华吗？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给邻居酒喝，把瓶给他，使他喝醉，好看现他下体的有祸了。你满受羞辱，不得荣耀，你也喝吧，好显出你的包皮。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。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，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，因你杀人流血，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。雕刻的像，人将它刻出来，有甚么益处呢？铸造的像就是虚谎的教师，制造者倚靠这哑巴偶像，有甚么益处呢？对木偶说，行起，对哑巴石像说，起来，这个能教训人的，那人有祸了。看啊，是包裹金银的，其中毫无气息。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。哈巴谷书第三章，先知哈巴谷的祷告，用流离之歌调。耶和华啊，
我听见你的言语就惧怕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神从提曼而来，圣者从巴兰山临到。希拉，他的荣光遮蔽诸天，颂赞充满大地。他的辉煌如同日光，从他手里常出脚来，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。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。他站立，量了大地，观看，赶散列国。永久的山崩裂，长存的岭塌陷，他的道路存到永远。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，米甸的幔子战惊。耶和华啊，你乘在马上，坐在拯救的车上，岂是不喜悦江河，向江河发怒气，向洋海发愤恨吗？你的功全然显露，乃照着你向众支派所起的事所说的话。希拉，你以江河分开大地，山岭见你无不占据，大水泛滥过去，深渊发声，向上举手。因你的箭射出发光，你的枪闪出光耀，日月都在本宫停住。你发愤恨通行大地，在怒气中则打一教的民如同打粮。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，拯救你的受膏者，伤恶人家长的头，露出他的根基，直到颈项。希拉，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村中的首领，他们来如旋风，要将我分散。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平民。你曾乘马行过红海，经过汹涌的大水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肚腹战惊，嘴唇发颤，朽烂入骨，我里面战惊，好使我在灾难之日，就是他要以犯境之民上到百姓那里，侵犯他们之日临到的时候，得以安居等候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群，棚内也没有牛群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耶和华神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这歌交与灵长，用丝弦的乐器。